果然是名不虚传，于夫
如雷贯耳，今日得见，果然是小家碧玉，天生尤物啊！你对我言多讥讽，我来看你本是一片好意，夫人何必步步紧逼？好意？等几年之后，我成了大汉国的开国皇后，一定会好好待你。你那丈夫正被我的丈夫追赶得像丧家的野狗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报！报，夫人，大王追赶叛军之随水，叛军死伤十万，尸体堵塞了河水。大王呢？大王正率队追赶刘邦。知道了。大王派传令兵给您带来一瓶随水大曲，请夫人享用。让来人回报大王，速速回应，就说我正在盼他回来。是。速速回营。对，放了你的夫君。吕夫人，来呀，干一杯。你夫君的胜利就是我夫君的失败，吕雉不贤，也不会当这杯酒。那就为我们今晚的相识干一杯。为了两个截然不同女人的相识，干杯。我的夫君于百里之外阵战之中，还不忘记给我飞马传送美酒佳肴。夫人，汉王可曾这样对待过你？汉王想的是天下大事，从不把这些小恩小惠放在心上。你认为夫妻恩爱是件小事？与帝王之业相比，一切都是小事。报！报，夫人，大王派我给您带来一批锦缎，让您披在身上，挡挡寒气。大王现在何方？大王已经渡过了渡水，正在追赶刘邦。告诉来人，让大王速速回城，就说我在这里翘首相望。是。于姑娘今夜来此，难道就是为了告诉我，你能让相王罢兵，放我夫君一条生路？夫人，您虽然自命不凡，但并没有猜到我今晚的来意。我来看你是想放你回去，劝说你那刘邦，让他退回汉中，安分守己，好好做他的汉中王。不要因为他一个人的野心，搞得天下不安宁，你我都不能与夫相伴。所以，我让相王放他一条生路。妹妹，如果我是你，我就让我的丈夫穷追不舍，把敌人一网打尽，奠定帝王基业，永享富贵，而不是用儿女情长牵他的后腿。你那刘邦奸诈刁滑，背信弃义，重色轻友，混账赖皮，这样的人怎么能当皇帝？唯其如此，他才能当上皇帝。你那项羽倒是忠厚仁义，谦恭有礼，心地坦荡，英勇无比，但他充其量也只是个奇男子，离皇帝的宝座还差相当的距离。更何况他娶了你这样一个妻子，几年前他本可以定都咸阳，君临天下，但可惜错过了这天赐良机。我想项羽舍弃关中定都彭城，多少也是听了妹妹的主意吧。即便刘邦当了皇帝，即使你做了皇后，可刘邦帐中但有了戚夫人和一群夫人，他与你只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，做这样的皇帝
男欢女爱，大女人要的是流芳百世。既然想要流芳百世，为何你还要私通沈月姬？这难道也值得你惊奇？妹妹，人最大的弱点就是不彻底。难道有朝一日汉王得了天下，霸王一败涂地，妹妹心中就平静如水？那我们就去做一对男耕女织的恩爱夫妻。你懂不懂剑在弦上不得不发？你懂不懂骑虎背上身不由己？霸王正午弦上之剑，也许明天早晨你就会看到刘邦的首级。如此可教，汉王虽然一时难抵霸王的勇力，但他的掌下收纳了天下的英才骑士，羽翼已成，必将取得最终胜利。我美貌的妹妹，你就等着跟姐姐共侍汉王，同享富贵吧。到那时，我要将那欺负人挖了他的双眼，剁了他的双臂。对你嘛，自然是优待有礼，因为如果项羽帐中的美人是我而不是你，那任凭刘邦有天大的本事，他也当不了一统天下皇帝。比如今我绝不会让项羽折兵回返，而一定要置刘邦于死地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你是未来大汉国的第一功臣，你是男人床上的尤物，也是祸国的妖精。呸！你这无耻的淫妇！当然，如果项羽活着，我更愿意让他代替沈月姬。皇后的尊位我要，男人的肉体我也绝不放弃。妹妹，你也许不知道，想当年姐姐也是沛县有名的美人，我与那刘邦也曾像你与霸王一样卿卿我我，片刻也不能分离。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想做定王后就要割舍儿女情，青春一世，帝业永存。听你的意思，是我毁了项王的千秋基业。你也不必过分自责，项王毕竟从你身上尝到了一种温存，万般风流。你毕竟是天下第一美人嘛，但你要知道，男人的身体里天生就流淌着争强好胜的血，当有一天他从你的怀里醒来，看到这大好的江山已经有了主宰，他就会恨你，他甚至会亲手杀了你。如果我是男人，我也会亲手杀。项王跟你们想的不一样，你们不会得逞的。报夫人，代王追赶刘邦，刘邦为了轻车速逃，三次把亲生儿女推掉了车下。我的婴儿后来如何？代王说他看见那一双儿女实在可怜，就放了刘邦。代王呢？夫人督促代王回应，代王挂念夫人，正在扬鞭飞马回奔而来。速去回报代王，让他勿以我为念。是。慢，告诉他一定要把刘邦捉住，碎尸万段，以绝后患。得令。晚了，你的项王骑的是千里马，我的汉王坐的是追风车，南辕北辙，赶不上了。不知夫人听到刘邦的禽兽之心时有何感想？为我的汉主
感到骄傲。为了至高无上的帝名，连亲生儿女也能舍弃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投胡婴儿？我毕竟也是一个女人，就像你也是一个想让项羽当皇帝的女人一样。你刚才不是传令侍卫让项王把刘邦碎尸万段吗？妹妹，你身上有我，我身上有你，我们是难姐难妹。干杯。为了什么？为了你让我清醒，也为了你让我活。